啡，人生有几个春秋，缘起缘灭不留情，爱过才知情浓。海誓山盟最难舍你的笑容，情为何物不能懂，唯爱你在梦中。花叶窗空无影踪，怎么能挽留往事随风，终究发现一切在心中。容你风也轻雨也轻，我甘心里不寂寞。容你看冰霜如风景，听沧桑思念诗歌。生如梦，你错过只是为我。在这边喝闷酒，你不存心躲我吗？我看你在搞什么鬼。我怎么会有那样的父亲，他简直是个魔鬼，怪不得娘当年要离开他，要逃得远远的，怪不得娘到现在还拿他没办法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我如果把东西放在门口，玉华会不会猜到是我送的？她会不会不愿领我的情，把东西给丢掉？她怎么会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客厅里啊？李晨，哎，李晨，喂，喂，李晨。
说啊，你像我，可是我看你呢，你不像我。你不像我，你比我可要漂亮多了。你更像你娘，像你娘好啊，像娘比像爹好啊。你娘漂亮又有修养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对不对？李成，你想不想回爷爷奶奶家去住啊？你等着爹接你们回去住好不好啊？嗯，哼，一个赵玉华我就已经很难对付了，现在还多了这个小孩，可恶。不如这样吧，让爹呢接你还有你娘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回陈家，我们就团圆了，你说好不好啊？你也说好啊，是不是？可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我现在已经没脸跟你娘开这个口了，你说怎么办呢？你说什么啊？他是我儿子，怎么能叫偷呢？把我们家小少爷还给我！喂，你干什么呀？你，你不肯认他，他就不是你儿子。你，请你赶快出去，我们这里不需要你，也不欢迎你，你以后也不要再来了。你只是个丫鬟，凭什么叫我别来啊？凭我有心、有灵魂、有人性。凭我会照顾我们家小姐，不会伤害她，这些你有吗？你走吧，走啊！谢谢你还愿意跟我说话。你毕竟是历程的爹。我知道我做了很多错事，我让你受了很多委屈，你爹和你娘骂的都对，君山和姨娘骂的也对，我从来都是只会怪别人错，没有自我反省过，我真是糟透了。玉华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你带着孩子搬回陈家住好不好？让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啊？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了，啊！我向你保证，
我不会再像以前那么任性了。你听我说，历城是一个男孩子，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必须要有个男性长辈在他身旁，让他学习怎么去做一个男人。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丈夫，我也不是一个好父亲，我不是想让历城学我，但是他可以学爹，或者学君山，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理想的学习榜样。玉花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我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孩子好。知道你已经不会再相信我说的话了，其实这也难怪，我已经让你失望太多次了。对了，可能你还不知道，其实君山才是爹的亲生儿子，而我只是一个冒牌的假少爷。惊讶吧，我连对外人说的勇气都没有。他们在关田相认了吗？怎么没听我爹娘提起过？他们大概是想维护我的面子吧，但这种事瞒也瞒不了多久，君山很快就要回来认祖归宗了，就算爹娘有心要瞒也瞒不住了。你知道吗，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竟然真的希望你和君山是真的有恋情，我真的很想成全你们，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更加自哀自怜一点。虽然我知道到了最后我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后悔，但至少我不服的心态会少一点。我现在真的觉得你和君山其实很相配。那些都过去了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才会壮着胆子过来求你。玉华，如果我真的一无所有了，你还愿不愿意跟我重新来过？天兄，我们之间的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陈家少爷，不是钱的问题。天兄，你应该明白我要的是什么，给我一些时间让我相信你。
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伤害你，我不可能要求你一下子就完全接受我。你给我时间，我会做给你看的。你又被老爷赶出来了。你胡说什么？要不然你怎么会来呢？你恨不得一辈子都躲我远远的，不是吗？如云，我对不起你。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补偿你。这些钱不算什么，我只希望能对你未来的生活有所帮助，也希望能弥补我对你的亏欠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把玉华母子接回陈家去住。今后我会好好待他们，所以你不要再把感情放在我身上。我不可能给你什么，我希望你将来能找一个好男人。如果不行的话，这些钱也足够你一辈子生活无忧。从今往后，我只有玉华一个妻子。我这么做是尊重她，是我对她的承诺。你对她的承诺，那你对我的承诺呢？你三番两次的利用我，怎么现在利用完了，你们要和好了，你就不要我了吗？我不是故意这样做的，如云，你能不能放过我？你替我想一下。我替你想，那谁替我想？你有替我想过吗？你就会替赵玉华想，你为什么不能分出一点点良心来替我想一想呢？同样都是女人，我十几岁就跟了你，你现在让我去找别的男人，还有谁会要我？还有谁会看得起我？你为什么那么狠心呢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不会娶你的。可你一不如意就来找我，你也不是真的不要我呀。少爷，我知道这些都不是你的真心话。你要是真的不想要我了，你也不会再来这里找我。少爷，我知道你喜欢少奶奶，我也愿意退一步，我不争名不争利，我只要你认了我们两个这份情。少爷，我不想说难听的，但是你想世道变化无常，有我这个人在，哪天你在那边不开心了，你还可以像往常一样来我这边坐一坐，聊一聊，发发牢骚，这样不比你一个人去船上喝闷酒强多了吗？你干嘛要跟踪我？我不是跟踪你，我是在关心你啊。你别这样，我不值得你关心呢。如云呢，我不是一个好男人，
我三番两次来找你，不是因为爱，是因为我没有地方可去啊。少爷，你爱不爱我没关系，我爱你就够了，这样对你还不够好吗？啊！不要这样，这样做是对玉华不好。这钱你留着吧。少爷，哎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你把钱拿走。哎哎，不要白不要啊！哥，老演同样的戏，你不腻呀？你知道什么？给我！哎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他给你钱是为了要打发你，想让你跟他断了，不是吗？哼，陈天雄这个人呢，还算是挺有良心的。你每次跟他闹一下吧，他就给你一笔钱。不错了，妹子，你要是碰上个痞子，人家理都不理你。我又不是要他的钱。别傻了，有赵玉华在，他就不可能要你。学聪明点，这年头有钱才最好，有钱才最实在。我如果拿了他的钱，他就不相信我是真爱他的人了。你就是不拿他的钱，你也得不到他的人，为什么不实际一点呢？啊？还是你人才都想要？好了，送过去吧。哎，怀言叔，如云，你来干什么？莫非你来找天雄少爷？不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我们去那边说话吧。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我那么爱少爷，我为少爷做了那么多事情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？怀云叔，请你一定要帮帮我。好，你是说你跟天雄少爷的事啊？要我说呀，这天雄少爷也真是的。好，我回去跟他说。你要谢谢怀云叔。快快快，如云找刘怀元干什么呀？哎，这两个人啊，我平常看着就不顺眼。他们两个聚在一起啊，准没好事。啊！孙毅！啊！
麻烦你们了。啊，没关系，这是应该的。慢走啊。啊，走吧。玉华，春儿走了，我很担心，你和丽春安慰。我不敢借这个机会要求你马上接纳我，但是玉华，请你给我机会吧，我一定会努力改变自己的，相信我。也请你接受我爹娘对你的关心，经历了这么多事，你跟丽成住在外面，他们一刻也不能安心。玉华，你就答应吧，啊！没想到春儿那丫头这么命薄，她和玉华都相处了十几年了，这么一个乖巧的丫头，他怎么就……君山啊，这次回泸州，你替我给他多烧几炷香，叫他来生一定要找个好人家投胎。是，义母，你也要保重身体。君山，啊，要走了吗？是的，义父。你要帮我们多安慰玉华呀。啊，我会的。啊，还有，你这次回去呢，身份不一样了，说不定你爹会让你留下来的。啊，义父，我已经跟我爹说过了，我要留在您这儿。我知道。很多事情是由不得人的，义父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即使义父舍不得，但是你尽管忙你的，不必急着回来。多谢义父。
走吧。哎，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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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爹，如果这一切是一场梦，该有多好！如果时光能倒回一年多前，该有多好！少爷，你找到凶手没有啊？没有。我知道凶手是谁。你知道谁是凶手？我有合理的怀疑。是谁？林怀元。是他。嗯。为什么会是他？哎，前几天我看见如云来找林怀元，我想一定是如云买凶杀人。少爷，你想想看，少奶奶怎么会有仇人呢？哎，恨他的人除了如云还会有谁呀？没有证据的话不能凭猜测胡乱栽赃他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不会有错的，凶手肯定是他。你放手啊，想掐死我啊？你为什么要杀春儿？他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？是为了几个钱吗？啊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在胡说什么？你疯了是不是？谁说春儿是我杀的？难道不是有人瞒你去杀人？啊！你听谁胡说八道？谁会瞒我呀？有人看到如云去找你。如云？如云他是找过我，他是让我出面在你面前替他说好话。你怎么不动脑子想一想啊？他要买凶，为什么不找他哥孙毅？干嘛要找我这个外人呢？是谁在你面前嚼舌根？我非找他算账不可。竟敢在人面前搬弄是非。不是警告过你，不要再阴魂不散地跟着我，你想要做什么？哼，听说你和天雄已经相认了。你和天雄这么无话不谈，那种场面想想就已经知道了，一定很感人吧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和天雄已经相认了，我们夫妻也该相认，好一家团圆呢。你不配跟我谈夫妻。
没疯？你以为我在陈家做个低贱的下人，被人呼来喝去，为的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为的就是要把我借给陈老头的连本带利都拿回来。想跑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乖乖的听我的话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让我们重圆旧梦吧。你放开我，林怀远！你是疯了吗你？放开我呀！你放开我！我可以这么做。我不能放肆的。谁在这里淹死吗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问你，我爹是不是你害死的？谁说是我害死的？你还不承认吗？是他自己掉到水里淹死的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爹水性很好，就算他不小心掉到河里，也不会被淹死。除非有人害他。就算有人害他，你们凭什么怀疑是我呀？你们有什么证据啊？当然有证据了。你以为我们会笨到把证据拿出来给你看吗？哼，你们没有证据就别诬赖我。如果你们有我害你爹的证据的话，早就把我交给警察了，还会玩这种幼稚的把戏吗？你姐，少跟他啰嗦。我们有没有诬赖他，他心里清楚。对，就按照我岳父的指示办。